当您对于老师的课程内容或是老师所分享的资讯有问题时，在 OneNote 里面要怎么提出问题呢？在讯息的部分，如果针对老师所发布的讯息，想要提出问题，可以按下下面的回应。在文字区域中，把你的问题提出来，可以和选传送电子邮件，按下留言，这样老师还会收到一封 email 通知。如果是针对任务的部分，有两个方式可以提出问题。首先是在任务的下方，也有一个回应的连结，按下后，可以把你的问题写在这边，按下留言，老师一样会收到你的通知。再来，针对个别的单元教材，可以将你的问题输入到笔记中，透过分享按钮，将它分享或张贴至群组。